分享。但是呢，我们其实做这一切呢，我们都是为了要有一个信息想要跟你们分享。大家见到后面呢有四个牌啦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有四个牌，在这里啦，就是这里有四个牌子。那我们呢由最右边开始，那我们由最右边开始说到最左边的。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信息。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很好的信息。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心。第一个呢，你可以看见一颗心。心呢是代表什么呢？心是代表什么呢？心呢是代表爱心，代表爱。心就是代表爱心，代表爱。而我们相信呢，这份爱呢，我们去爱人的这个能力呢，是来自一位上帝。那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爱别人的这份爱呢，是来自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上帝。所以看到我们生存在世界呢，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享受。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，那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得到。这份爱呢，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呢，来到这里呢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而这份爱就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相信神是爱，我们相信神就是爱，但我们也都要看到第二个符号，但是我们也要看见第二个符号，是一个交叉。第二个符号是一个交叉。交叉的意思呢，是代表我们犯了罪。那这个交叉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犯了罪。大家看到呢，在打开电视机看到新闻，看到有很多可能有时候看到有谋杀，可能看到有战争，可能看到有贫穷的饥荒。我们一打开电视机呢，每次都能看见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战争啊、抢劫啊等等。但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，但是这个世界其实不应该是这样。相信人应该是对其他人是好的，我们相信的人其实应该对他人是好，但我们没办法控制，但是我们却控制不了自己。我们有时自己呢都会有自私，我们自己都会憎恨人，我们自己甚至有时候都会自私，会去恨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相信呢，人是有罪的。所以我们相信人是有罪的。但问题就来了。但是问题就来了。神是爱我们的，但是人又有罪。神既然是爱我们的，但是人有罪呢，怎么说通呢？那我们可以怎样做？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其实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到。其实我们什么也做不到。因为我们是很有限。因为我们是那么的有限，我们有时生气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。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们明知道要做好的事，但我们做不到。我们明知道应该去做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。这个包括我，包括这种情况呢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我们去到第三个符号，其实我们有希望。但是去到第三个符号呢，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有希望。一个十字架。这是一个十字架。十字架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的意思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十字架代表着什么。不过我们去到医院呢，会见到一个红色的十字架。我们甚至去到医院呢，我们也能够看见一个红色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原本呢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刑罚。十字架呢原本是罗马的一个刑罚。是对罪犯用的。是用在罪犯的身上的。但我们相信耶稣来到地上呢，他在二千年前呢来到我们当中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在两千年前呢来到我们当中。耶稣是亦都是神，他亦都是充满着神的爱。耶稣呢也是神，他也充满了神的爱。而他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而死。而他呢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。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一件？因为神爱我们。是因为神爱我们。但我们又犯了罪。但我们又犯了罪。我们没办法拯救自己。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人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必须靠人家来救我们。正如有时我们浸亲的时候。正如有时候我们差点淹死的时候。我们必须要等人来救我们，我们救不了自己。我们救不了自己，只能等别人来救我们。所以这个十字架呢，是当耶稣死受死的时候，他为我们钉死，他亦都带了我们的罪。所以这十字架呢，就代表耶稣钉在上面的时候呢，他也带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就变成无罪。所以我们就变成没有罪了。我们要重新和神建立一个关系。我们可以与神重新建立一个关系。因为他的爱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因为他爱我们。但我们呢，也很重要，神给了一个很大的礼物。
神呢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，就是去选择的权利，就是选择的权利。第四个符号啦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四个符号，是一个问号，是一个问号。问号即系话一个疑问啦，你系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嘅。问号呢，就是说这是一个疑问，那这代表着你选择的权利。我哋知道呢啲嘅时候，我哋点样去做一个选择？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知道这一切之后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出选择？我哋今日就鼓励大家去做呢一个选择。我们今天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做出这个选择。但如果大家有疑问咧，都唔使惊嘅。如果大家有疑问呢，也不用感到惊恐。大家可以见到啲着红色衫嘅朋友啦。那你们可以看见穿着红色衣服的朋友。我哋鼓励大家咧，有问题可以同佢哋倾下。我们鼓励大家呢，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欢迎你跟这些红色衣服的朋友们谈谈。系啦，咁我哋咧就逢星期日咧，我哋喺教会咧都会有聚会嘅，我哋好欢迎大家参加。那我们每逢星期六呢，都在教会里面有聚会，我们也很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哋都好希望嗰刻望可以认识大家嘅。我们也很希望，甚至很渴望能够认识你们。神祝福你哋，亦都爱你哋。神祝福你们，也爱你们。多谢，谢谢大家。